位于温哥华西区著名 Point Grey 高尚社区，这栋三层楼的小洋房由著名设计师精心设计。让我们漫步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曲径，进入这个闹市中的小桃花源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园林都是精心设计的，非常漂亮。通过门前这个全玻璃空间，带我们走进这个光明的小世界，明亮温馨。客厅里还有一个小型酒吧台，尽显浪漫的生活品质。屋主精心打造的后花园，提供了会有品茶的优雅户外空间。这栋罕有而独特的浪漫别墅，曾是温哥华一位著名作家和电视发言人的爱巢，环境优雅，安静舒适。近期升级的橱柜、实木地板、全新屋顶及新热水炉，每一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，这个睡房明亮舒适，安静中透着绿意。主人房超大窗户，看着窗外的阳光和绿树，怪不得那个作家非常喜欢这里，看来可带来不少的灵感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，这里每一个的空间都有不一样的风景。楼顶上的露台视野开阔，可远眺北岸群山及 English Bay 英吉利海峡。环境优雅，安静舒适。周边的著名公校、美食餐馆、教堂、大学、海滩都是咫尺之遥。经典好区好房，机会难得，赶快行动吧。